这个没油了，这个车没油了，状态也不行了。开我们自己的。走走走，去仙域，仙域有人。忽悠你这个糟老头子，连别人的衣服你也扒啊！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从头表格狗啥？你们先上车，七号没上车呢。妈了个巴子！要是把把都是类似这种老哥，还要个屁的小姐姐？小哥哥他不香吗？你想话怎么一卡一卡的，听都听不清你在想什么。我这里卡吗？我这里不卡。这个圈又刷了表格，左边还有 G3 我掉。扛线是哪？扛线是哪里到哪里的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桥上有人。你开挂了，透析了，我等一下先出去举报你先。轰炸区都在桥上，这里一直少人，咱也推动到桥上，在桥上。出去还手一个举报。这个圈桥上肯定有人，表哥，肯定解释，解释就是。比利分的二几个吃炒猪的时候我俩干什么看头啊啥事情呢？我们都是这样的，没有哪种原则。扁他！对面换车要跑，表哥进房子了，咱上车摇他呀！走完了，我操，表哥牛逼，表哥。满编队呀、啊！